Okay.再让它下来一下，我再出去。我把它放得太远了，但是，那我干脆叫它停掉。不，那这个再来来一点，来高一点。对啊，它这个分离啊，它这个野了，它这个对，越快要把那个分离那个缝隙也做这样子吧，从那个角度走。两个，你们老板需要这个角度。对，它要这样的好看，它整条更好看。但是上次那个就是方块的，它折一折，就那个缝隙明显。现在拉得远了，就缝隙明显。这感觉没动感，对，所以等下再来一遍，然后这个的话，等下停下来，我到上面去看，你就到底了，对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好，再下来吧。